南田的起点整装待发，我们准备要开始进攻阿朗逸湖道，全程7.2公里。人生最大的挑战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们两个一定要加油！先给你们鼓励鼓励。哇，这一行人26人加13人，也不小一团。加油！好，记录你们成功的努力经过。好，现在是最美的时候。今天的天色非常的好，从南田出发，据说天气好的时候，最远可以看到蓝雨。看到眼前的坡度，开始有一点概念了。新的地形，我们称它叫做墨口，没有出口的。墨口溪，过了这条溪又是屏东县的。哇，进到砾石滩了。砾石滩大概有700公尺，据说对每个人的鞋是一大挑战。考验你今天穿的鞋如何。砾石滩的挑战考验到了，继续加油努力中。你们听这种声音，咔咔咔，这路不好走。啊，终于通过砾石滩的考验。终于成功通过天堂路。大家都通过天堂路的考验，耶！来来来来，一定要来，成果纪念一下。可以，哇！远眺太平洋，看着海浪拍打砾石滩，700公尺的天堂路。哇，停车，潮水拍打岸石的声音，哇，真是雄壮。哇，一波又一波，哇，上来了，哇，走完了砾石滩天堂路，接下来就是要挑战这功底。哇，看到这个斜度，我很有概念了。好，这段是高绕哦，抓紧绳子哦，开始喽，开始喽。哦，不简单，要爬这段高绕，然后哦，这个陡度很有感，在高绕
在高绕上面看下面岩石，像一只乌龟要出海。哇，这种陡度啊，看远方的人非常的渺小。原来登山也会塞车，现在会车中。爬过高绕，眼看天堂路。通过砾石、沙滩，还有高绕，终于来到秘境。好，哎，会喘了，已经走了43的高绕。观音鼻山南铁段制高点，成功了！哇，挑战成功了，制高点了。哎，对，这里有地标。所以啊，制高点到了，啊，到了，可以不用软脚了。到了，到了。到了到了，大家成功了，成功了成功了，你想欢喜我知耶、yeah! 好，午休时刻，哇，看大家面容憔悴狼狈样啊，只有这一个小鲜肉最帅的这个，哇、哦、成功救援成功对吧，厉害厉害，终于恢复体力了，出发！真的有海龟，搜寻搜寻，沉下去再浮上来。高绕已经快结束了，哇，高绕结束了，大家挑战过这一段，接下来就轻松一点。成功的挑战过高绕了，加油加油！哦，没有滚下来，不错，赞赞赞赞赞！哦，空军的，哇，阿郎一古道，不错。毕生难忘的回忆，成功！这一小段温温循循，午后的天堂路，大家都还在挑战中。有个暖男孤独地望着太平洋，来，我帮你拍一张来。哇，剩下五分之一的路程，刚才走过了落石区，哇，苦尽甘来，终于剩下最后的五分之一路程，最后为师的沙地走起来真是愉快，凉风吹拂，心情舒畅，一行人苦尽甘来，终于快到终点，快到终点。
一定要成功，我真正成功啊！耶、yeah, ，结束了。哦，这个还比较有体力。庄瑞元 ，Go！ 睡。于2019年6月8日参加东方足迹人文生态解说团队所举办的阿莱古道群体活动，送给大家。以坚强之力克服地形气候与自我体力的考验，完成。